大家好，我是绿色和平的张允琪。今次去北极是趁着九月海冰最少的时候量度它的面积，再和以前的数据比较，看看气候变化的问题有多严重。地理上北极距离香港很远，但其实是和我们的命运紧紧相扣。我们每日在城市里面排放的二氧化碳，导致温室效应、极端天气的问题，在香港可能只是感受到天气稍微热一点，但在北极就会导致海冰极速融化、北极熊等等的动物绝种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恶性循环最终也都是危及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。今次我走访北极，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正视气候变化的危机，用行动带来改变。